可有法子阻止楚王上岸吗？这个。 还没到啊！我说贺良王子啊，顺风吐啊，别逆风吐，脏自己脸啊！你小心点啊，别掉下去！那王爷要再待一天，那就船上。老王，老王就活不了了。诸位，处理完宁海事务之后。 你有何打算？如今你不再是小裁缝，我也不是那个笨丫头了。可你我之间，却始终有一团迷雾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得把它看清楚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不管本王以何面目示人，你在我心里，都是那个笨丫头。 有些事不用知道的那么清楚，这也是一种福气。殿下可是知道什么？你看，景色多好。殿下，雪儿。 还有一个时辰便可靠岸，可以做好下船准备。掌灯，是，掌灯。大家稍安勿躁，不要上岸。 观察一下周围情况。什么稍安勿躁啊！咱们就不能上岸了？不行，本王担心人手，去把这些货船给移开，全都移开。本王再不上，本王这魂都散了。你是会浮水，还是会掌船啊？还是我去吧。二位不可冲动行事。启禀殿下，微臣以为。 这恐怕是长远故意所试图给我等一个下马威。我觉得不仅仅是事威于你我，应该另有企图。不论是事威还是另有图谋，咱们如今都不可轻易上岸。你有什么法子吗？殿下，你可随身带有侍锦所用的奇花？ 可否借我一用？啊，打草惊蛇，未尝不可。不过，殿下有何疑虑吗？知微以奇花示景，一来是令长远疑心咱们尚有备手，二来算算时日，明清所辖护卫队应该已经抵达城外。若是那长远真有图谋，也可前来救援。殿下意为如何？好，那就试试。 上奇花，难以你来放。林卓，跟我来。本王心里有疑虑，你要前到岸边去探个究竟回来。主子放心，属下这就去换水口。务必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把结果告诉我。 属下遵令。快去。是。
危险，躲起来！我保护殿下。不可放箭！快快住手！我是常忠信，闽国公次子。我现在命令你们把手中剑都放下。逆子，还不快快闪坐一旁！父亲，万万不可呀！刺杀钦差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父亲。请父亲三思。庶子宁毅妄杀我爱子，今日我长远必让其以命偿之。弓箭手，听我口令。大胆！快保护殿下！准备放箭，听我号令。父亲，逆子不孝，逆子不孝啊！殿下，你信吗？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本王当然选择相信。殿下，你我一路艰险抵达明海，却在这抵达明海的第一天便没了对手。我怎么总觉得这事儿这么古怪呢？紫薇，你可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拿到常忠信的笔记吗？殿下，你是怀疑这报信的密函是出自常忠信之手吗？他这二公子的心思可是值得你我好好揣摩揣摩。如若本王的怀疑得到验证，我是绝不会辜负这位二公子的。父亲，孩儿不孝啊！走吧，看一出戏。二公子，孩儿不孝啊，起来吧。明卓，怎么不把二公子扶起来啊？属下一直在劝，可二公子执意不起啊。大胆！二公子现在已经是常家的主人，你竟然敢如此糊涂，放肆！扶。是，二公子。微臣不敢劳动宁侍卫。二公子还真是孝思已故的闽国公啊。给使乃陛下近侍，老臣怎敢劳动于他呀？哎，本王很是羡慕，只可惜本王并没有父皇的胸襟啊。启禀楚王殿下，微臣是来向殿下请罪的，故不敢起身。请罪？二公子，你何罪之有啊？你在码头救了本王和凤巡安，本王应该褒奖你才对啊。回禀殿下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，微臣无悔于为殿下尽忠。可是忠信亲手杀了父亲，有失孝道之举，
再也不是个无瑕之臣了。还望殿下降罪于忠信，以恕罪孽呀。殿下可不能辜负了他呀。来，起来。公子，让本王为难了。如若本王降罪于你这个有功之臣，也就意味着本王恕了长远的老贼以图谋害当朝亲王之罪了。微臣糊涂啊！还望殿下恕了忠信这思虑不周之过。哦，只是微臣有为难之处，不知殿下可否指点一二？公子，因为何事辗转啊？如今常家、父、兄皆因罪而没，这兄礼一事，自是不敢操办。殿下可否法外施恩，允许忠信今日便将父兄尸身葬入祖茔，也算是入土为安了。你是说，码头的水下还有一颗人头？正是主子，而且面目规整，不像是尘世已久。闽国公是父皇亲封的一品国公，本王还是要奏请父皇示下，先不必着急下葬吧。殿下有所不知，民海苦热，尸身不易安放。若是生出实意，岂不是拖累了殿下？巡安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殿下，微臣以为长公子所虑不无道理啊。莫不如就请闽州府府衙的仵作前来查验，将尸身情况做详尽记载。二公子再亲手写一份陈情书交予殿下，殿下一并上表陛下，便可解了二位的为难。殿下以为如何？不失是一个两全之法。谢过楚王殿下。长史忠信愿誓死效忠殿下。效忠就好了，誓死就不必了。你要是没了，这长家就泯灭于这世界了。巡案，微臣不再打扰殿下和巡案公干了，告退。白师兄，巡安，你已许久未归家，今日就回府探亲吧。谢过巡安，怀石今日正是为高家而来，族长令怀石明日去。哎，啊，去拜访岳家。哎呀，真是恭喜你啊，终于可以见到意中人。什么意中人啊？素未谋面，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可是我长得。你应该亲自去一下燕家，见过那位族长。别忘了，明海海寇地图是燕家献上的。殿下，侄微经过仔细查验比对，确认这封密函的确是出自长忠信之手。长忠信所说的忠字，心内会多出一点。心较比干多一窍，哼，自作聪明，容易误了性命。显然他是要借殿下之手除了自己的兄长。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有更大野心啊。
公子何意啊？忠信早有听闻，殿下除了忙于朝政，闲暇之余便是爱伺弄狸猫。恰好忠信也有此好，忠信琢磨着，殿下离开帝京也有些时日了，怕是惦念府中的猫儿，于是便将这狸奴送来陪伴殿下。长公子真是细心啊。只可惜本王那只狸猫堪比猛虎，非寻常狸猫可以替代。殿下乃天家贵胄，所养之物必是珍品，哪是忠信能够拿得出的？忠信手中之物只不过是家中玩物，以博殿下一笑罢了。银镯收了吧。是。公子，你既然如此有心，那本王就笑纳了。但本王现在借住于贵府，兼无言以还聘礼，那本王就还公子一个心愿，如何呀？公子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忠信之心愿，恳请楚王殿下赦免在下欺瞒上差之罪。哦，公子，你还有何事欺瞒于本王吗？回禀殿下，忠信弑父一事另有隐情。依仵作的说法，长远死了已经有数日有余，是何人所为呢？在明海，是何人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取了明海王长远之人头呢？仵作还交代说，常忠信命令他只能验出长远是昨日被杀的。云卓，在水中找的那个人头悄悄给我放进常忠信的房里。属下遵令。常忠信够狠，家父为了给兄长报仇，意欲劫杀上差。忠信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呀。那码头一幕，公子，所为何故呢？兄长常忠义刺杀陛下钦差，乃祸灭全族之滔天大罪，威令我常氏一族安然度过此劫，在下只能令殿下亲眼看到。我常氏尚有忠信之辈，忠信当真之想，率常氏一族一心追随殿下，望殿下明鉴。啊，哎，起来吧，公子。原来公子此举是为了转劫为运呢。那本王倒有一言，想请公子细细思量。自古大仁之人，如尧舜，应运而生；大恶之人，如桀纣，应恶而生。这正邪之分，皆因自身所秉存之气以作区别。所以本王希望公子，你要秉存自身之正气啊！只有这样，才是真正的转劫为运呢。忠信谨遵殿下教诲，还望殿下给忠信一个效忠的机会，将这民海府君交由在下代理，假以时日，殿下定可看到忠信的拳拳之心。这民海府君有何人所辖，也是本王关注之事。可否公子容本王与奉询案商讨一二，找一个妥帖的理由，以方便随了公子之心愿呢？微臣谢过楚王殿下大恩。在下告退。这位长公子，只怕是一心想做下一个长远啊。本王的狸猫凶如猛虎，怎么会让这位长公子占了便宜呢？我相信他已经有对策了，对吧？
先拿明海传播室五司开的。哎，不对，殿下，我什么时候变做母老虎了？你现在的样子就像一只母老虎。你还记得新紫嫣的大花吗？你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也是让你给逼的。谁让你天天叫我小狸猫的？是因为《芳华园艺》啊。殿下，你方才。 为何要给常中信果研做聘礼啊？嗯，你可是无双国师，学富五车，这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那好吧，本王就告诉你，自古养猫如纳妾，是要给聘礼的。你还要纳妾？嗯，你要纳几房啊？ 本王想纳几房，纳几房？你知道淳于某已经痊愈吗？淳于某，赶快来见过奉巡案的。啊，淳于参见奉巡案，痊愈了便好，你先出去吧。那出去吧。哦，是。你要纳几房啊？ 我想纳几房，纳几房。你敢？真不敢。真是一只母老虎。折冲都尉常森，有闽海军务，恭请楚王示下。常都尉，对吧？ 本王奉旨是来慰劳闽国公的，未曾想他死了。军务这些事儿，就劳烦你们与奉巡案自行商议处置吧。本王发了。恭送楚王殿下。 我这常都尉有何军务难以抉择？奉巡案呀，本官所报之事，可不是你一个女子可以决断得了的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常都尉便自行决断吧。在下告辞了。常都尉酒醉了吧？还不快快退下！是。 奉巡案有所不知，闽海地处偏远，民风彪悍，近来一直有匪寇作乱。家父在世时曾发下海捕文书。奉巡案，请看，这尽是些十恶不赦之徒，理应尽早缉拿归案。可是如今。 闽海府军因无人主事，只得任由这些恶徒肆意妄为，所以想问问楚王的意思：何人可以统领着闽海府军呀？常公子，适才常都尉言说，在下一名女子不适宜决断军务。可是你看，这里有一名女犯，陈蛮蛮，杀人越货，屡次意图刺杀闽国公。 你说这明海府军数十万的，怎么连一名女子都拿不到？那在下可就得好好想想了，究竟何人才能够约束这不成气候的明海府军了？常森何在？来人，保护巡案，速将刺客拿下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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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女侠，你别冲动啊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，有何冤情？我替你鸣冤啊！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鸣冤？在明海，你们这些做官的全都是常事的走狗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我是从地井来的，我这也是第一回入中国公府啊！我跟他们常事不是一伙的。好啊，既然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，那你让他们把长孙交出来，待我亲手杀了长孙，我自然会放了。放开徐安！ 刺杀朝廷命官，可是要诛九族的。你站住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你究竟是何人呀？为何要杀长孙？长公子，你是想我死吗？你不妨问问长孙，华琼为何要杀他？他到底做了什么寡义廉耻之事？华琼，华琼，怀石，怀石，怀石！ 这位皆是我的小娘子，是你为过门的娘子华琼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就说是有什么误会吧。这位便是燕怀石，咱们是自家人啊。我就说你总该相信我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怀石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快呀！你是华琼，我是怀石，燕怀石。你先把徐安给放开，他不但有恩于我，而且一向言而有信。好，就算你和我们燕家有什么误会。 也不能滥杀无辜嘛！对，白日我还与怀石兄提起小娘子，这晚上便就遇到了。咱们真是有缘啊！要不咱们回房里叙话吧，许是有什么误会呢？说开了，知微也好替你们调停你啊，是吧？长公子还不快说句话呀！既然如此，长宝自然不敢擅自做主了。走，走，怀石。 传长孙，书房见。殿下自抵达闽州府以后，每隔十日便有书信送回，到如今接连二十日音信皆无，我担心殿下已经陷入危局了。右手放心，宁城必定先与建宠赶赴闽海。 你此去明海，务必先到燕州面见燕州府布政使左怀良，亲手将此信交与他，望他念及同门之谊，在危急时能助殿下一臂之力吧。宁城替主子，谢过院守。起来吧。主子留你在帝京，必有要事，你可都办妥了。 主子临行前曾嘱咐我，在帝京暗中查封血符图，府中的侍卫们正在探查，尚无消息。我已嘱咐吴英，亦有任何消息，先来报与院守，再行定夺。查访血符图，殿下可曾提及为何怀疑在帝京上有血符图踪迹啊？殿下倒是未曾提及，不过曾嘱咐我监视邱明英。邱明英有何不妥之处？ 邱明英并无任何不妥之处。倒是有件小事儿，还要劳烦院守。讲，属下奉命将凤玄案的胞弟凤浩关入刑部大牢，所犯何罪啊？欠了赌债，这凤玄案呢，也是为了教训这个胞弟，这才把他关入大牢的。这是他入狱时脱下的衣裳，还有一些随身小物，劳烦院守代为保管。 凤玄案准他出来之时，还请院守归还于他。嗯，那凌晨告辞。嗯。
明成，凤浩怎么样了？好着呢，在那个大牢里跟牢头狱卒们赌钱玩，开心着呢。赌钱？明成，主子，明成终于看着你了。帝京有什么要事吗？齐明主子，就是因为帝京他没什么事儿，可主子这边却一直不平静啊，所以宁城一刻也不敢耽搁，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赶来绵海。本王一切都好，速速回去吧。主子，宁城这次来就没打算轻易回去，你看我不在你身边，这出了多少乱子啊！宁城这就死也不走了。除非主子打死宁城。好了，别撒娇了，起来吧，留下。谢主子。起来吧。那凤浩，他最近吃的可好？穿的呢？吃的好，穿的好，就是没有自由，剩下都很好。微臣无悔于为殿下尽忠，可是忠心亲手杀了父亲。你常侍何族，若论起功来，除了你令尊一人，其他还有吗？可惜他已不在。依你之言，常侍于众皆无功勋，也包括你。敢问楚王殿下，微臣在码头救驾之功也一并抹杀吗？常公子之前有求于本王，说你救驾有功，但弑父亦有罪，已经不是无暇之臣，你请本王降罪于你，以抵消你的罪业，怎么后悔了？殿下说笑了，微臣不悔。你是不悔将就于本王，还是不悔斩杀了长远？程某终有一日会让你尝尝这副铁甲官的滋味。主子，常府的郎中禀报，无法查明病源，更不知道此病是以何种方式传于他人，只知道此病一旦染上，必死无疑。主子只怕要另请高明了。这些郎中一问三不知，不是假冒的，就是假装的。陈王，是，找个机会去查一查，他们到底存了什么心思。是。宁晨，主子，把这些死者送到后院焚烧，以免波及更多无辜之人。属下领命。抬走。回禀公子，两名身染疫病之人已安置在楚王侍卫居所的左近，只是卫士不明白公子为何要冒此风险。宁毅他不是宅心仁厚，心系绵海黎民吗？只要疫情在这闽国公府内爆发，便可困住宁毅。长森，在。速去联络绵海府君，让他们随时待命。我去会一会那周西中，探探他心向何处。常某倒是要看看，他宁毅拿什么对抗我这数十万常家军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何人才是这闽海之王？到今早，夜已死了七人了，其中四人皆为主子的近身侍卫。那其他三位呢？其中一人确定为常府的在册仆役，另外两人身份尚不明确。患病任数，可有统计？正在查验，但眼下已有十余人。关上府门，别让冯诸位进来。是。关门。林毅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开门啊！你开门啊！奉学院听令，常府突发不明疫情，多人遇难，本王命你速速找到救治之法，不得懈怠。
如若疫情传遍明海，你我将皆是罪人。 只为遵令。这是我在府门外采的。这些野花，没有人浇灌，只凭老天给的雨水、阳光。 便能长得这么好，由此可见，在这人世间，一切自有老天安排。只为多谢赫连殿下。也罢，只要你能安心，那我就挨家挨户去找能救命的郎中。 南姨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他想跑，被我发现了。敢问凤玄案，我到底犯了何罪？你为何不让我离开此处？南姨，尽速着人将此信送往帝京，交给宗夫子。好。这位小娘子，知微也有一个问题。敢问您究竟是何人？是华琼，还是被官府通缉的陈蛮蛮呀？ 我是华琼该如何？是陈蛮蛮又该如何？哎，若您是华琼，那知微想知道，华氏满门都去了哪里？为何燕怀使只看到华家寨中的一片废墟？若你是陈蛮蛮，那知微就更加想知道了。海捕文书中所言罪案是真是假？ 你与那常氏究竟有怎样的深仇大恨，何以不惜孤身犯险，屡屡行刺常氏中人？不论你是华琼，还是陈蛮蛮，我奉之位都不是你的敌人，因为我跟你一样，都想要尽快铲除常氏。 还明海一片清明天下，你可愿信我呀？若不是常氏倒行逆施，我华琼又何必改名换姓？前有狗贼长孙觊觎，要强行纳妾，父母兄长不从，便屠我满门，后有常远包庇家奴。 不但令我华琼投干无门，还反被无为匪寇。此生若不杀尽常氏走狗，誓不罢休。华琼，现在你回家了，我、怀氏，我们所有人都是你的家人。常氏早已恶贯满盈，今后会有更多人助你达成心愿。华琼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亲人。 燕家就是你的家，多谢了。我华琼今后只愿孤身一人，我不想再有家，也不想再有家人了。怀石，你熟悉这明海的情形，不如去找些郎中过来。 一起商量一下如何解决这疫病一事吧。不谈，放心吧。你为何要拒绝怀氏啊？我与他相交多年，他当真是心地纯良。不怪他，是我。
我已经收购了牵挂家人的滋味，我此生都不想再经历那种痛苦了。虽不曾有姐姐这般经历，但只为此生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尽自己所能，周全家人之际。 因为那是只为活着的动力。谢谢你的，不说我了。巡案可是要寻找郎中，华琼只当一位。 将这封信飞书给城外驻扎的明镜。是。是谁？小的，小的是来给殿下送茶的。下去吧。是。 安排找出所有没有患病的侍卫，让他们严防死守，在所有出口不允许任何人离开长府。垂盟谨遵谕令。行者又如何？ 深情不够多，莺飞巧歌，人间蹉跎，独自如奈何，寂静又如何？无人照。